幸福、快乐，不是用钱能买得到的。人生的价值也不是用钱来衡量。不是说我有很多钱呐、那我就是很幸福。钱很多的时候，不见得天天欢喜。但是呢，当你去帮助别人的那一种的快乐，我相信呢，那就是很清安、很轻松、很安心、很自在那一种的快乐。所以赚钱跟赚德，这是道德的德。这个有形的就是赚很多的钱，无形的就是赚很多的道德啊。这种的道德啊，就是人最有价值的那一分的